陈家洛甚急复工，无语照练车。陈家洛之前为了拍电影破风而进行地狱式单车手训练，但就不幸运拍比赛场口嗰阵意外受伤，左边锁骨断裂，要送回嚟香港医。不过多得同事的关心和老板杨修成的支持，仲至唔系佢出院。而家家洛就超心急想复工啦，怕影响部戏的进度，仲唔怕整亲伤口开始练翻车添啊！就算落住雨都好笑你，照练可也。想赞佢有责任心之余，又惊佢有事，真系要学佢老板杨生咁话。唉，吓死我啊！